见的朋友们，我是郭振东，大家晚上好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承蒙各位观众朋友的厚爱，武林风无论是从品牌价值、社会影响力还有收视率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啊，在全国卫星电视黄金时段的收视排名当中，武林风名列前茅。那么在这个高度上，今年又预着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起点，武林风将和世界著名的搏击组织深度合作，把我们的国际化步伐越迈越大。中华功夫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那么有很多动人的传奇故事，还有很多英雄人物，但这些是中国武术的过去。在今天，在武林风这个擂台上，在这里同来自世界各地顶尖高手比赛的英雄们，他们是当今中国武术的形象代言人。那么一个人代表不了中国武术，他只是中国武术的代表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武林风将重点打造一个精英级的团队，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从武功、人品、性格，都足以代表中国功夫。那么这个团队它的名字叫做中国勇士。中国勇士是武林风在新的一年里打造的黄金品牌，也是世界搏击界内的一个全新概念。从现在开始，武林风就是打造中国勇士的兵工厂。广告之后比赛开始。武林风从今年的这个时候开始，武林风将成为打造中国勇士的兵工厂。那么下面这场比赛是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，红方呢很多朋友非常熟悉，特别很多女观众非常喜欢的，他是中国男子65公斤级里面长得最帅的，不光我们这么认为，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啊。他的这个据说这个QQ 的签名就叫做型男，是吧？他的名字叫冯。多场比赛它有个特点，它的比赛现场的女粉丝非常多，而且尖叫的声音特别大。今天来了没有？有请丁宁。来自北京盛华的丁宁，20岁，1米77身高，来自北京，战绩是13战，11胜2负，6次 KO 对手。比赛现在开始。
立即，备，开。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，这是我们进行的，2011年的这个中国勇士的选拔赛，啊，这是进行的男子65年级的，红方呢叫冯刚，蓝方叫丁宁，开始啊，冯刚这名选手呢，我们要多说两句，因为他这个成名实际在武林风，我们大家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呢，是在这个第四届中越对抗赛当中，代表中方出战，我们认识他。那真正成名是实际在我们今年2010年这个中日对抗赛，当时在第一局以1分40秒 KO 了日本的福田健佑。喂，走走走。丁宁好像比上回来胖，对，是吧？嗯，腰上有肉了。你看，现在这个红方这个冯刚，哎，知道防守。那么以前在2007年在打我们武林风的时候，他是年轻气盛的一名很帅气的小伙子，而现在呢进入中国这个泰拳队，打法比较硬朗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进行这个中国勇士的选拔，要组织一支中国勇士的团队，来代表我们武林风迎战世界的各国高手，有来自日本 K1 的，包括世界泰拳理事会的，啊，等等。以前我们武林风培养出了王洪祥，包括这个武僧一龙，那么我们今年将大批的造出一批中国勇士这个明星。那么你要想成为勇士，那要在擂台当中要有血性、血气、有胆量、有胆识，啊，真正成为一名勇士，不光你有比较好的这个技术啊、技战术这种能力，更重要有一种精神气质，能代表我们国人，代表中国的勇士这种精神概念这种层面。两位选手在武林风擂台当中是第一次交手，这是打第一局，还是有点手啊，就是保守，没有完全放得开。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，这是我们今年最新推出的这个中国勇士选拔赛，是男子65公斤级的，红方叫冯刚，蓝方丁宁。停。双方通过第一局比赛，我们从这个比赛现场来看，今天尤其这个红方选手冯刚，他把那种血腥气啊，在今天比赛中还没有完全的发出来，就是那种施展出来、释放出来。因为这个冯刚在以往的比赛当中，给我们印象是很刚毅、很刚强、很有朝气，我们说有一种血腥味在比赛场上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状态不是说特别好，就对这场比赛的选拔的准备的不是说特别充分。丁宁这名选手是来自北京盛华俱乐部。
这个冯刚抓的球特别好，因为他看着这个丁宁把头护很低的情况下，你从正面打打不进去，那么就上不去，从下面打掏进去打。第二局啊，冯刚比弟弟要打的。对，就是他好在什么，就是进攻的线路变化多了，我不给你硬打直线距离那种硬拼硬打打直线，那就是用上勾用腿法，是吧？你看没有，这个第二局你看丁宁打得挺顽强，我就给你打阵地战，你不是看我，我仍然是打方反，我就先稳住自己的防守，然后我再打方反，因为他可能考虑到自己的体能问题。对，所以第二局你看他对现在这个蓝方选手对丁宁，我就打方反，你不管你怎么打，我要把头护住，只要你不 KO 我，那么我保持体能，调整体能，在第三局再给你硬拼。从今天开始，武林风将重点打造中国勇士品牌。那么，这是今天的比赛。那么您看的是冯刚对阵的是来自北京盛华的丁宁，第三局。既然我们武林风推出了2011年推出这个中国勇士这个概念，要选拔一批这个中国的勇士，所以我们在比赛当中，不仅要注重你的这个技术，你的战术打法，比赛的控制能力，更主要一个评分标准。在比赛打上要勇敢之前一个真男人那种气质，那种胆识胆量。所以在比赛当中，如果你不敢勇猛顽强的去搏杀对手啊，老是打方反透析那种选手，我们是不会要让他进入我们中国勇士这个团队。我们展示的就是一种中国男人那种精神，那种气质，长得帅气，而且在比赛场上就勇往直前的那种朝气。红方叫冯刚，蓝方叫丁宁。那么观众朋友通过我们今天这个中国勇士男子65米的选拔赛当中，想记住这两位，哪个谁更有希望进入我们团队呢？啊，那么我们还要通过网上观众的喜爱程度，是吧？不仅他打得好，长得帅，而且更多的是给我们带上一种这种精神气，一个勇往直前这种斗志，这种精神，敢于搏杀那种气质的人才能进入团队。是我们刚刚今天的这个分配不错，这个打得挺稳，而且这个进攻的这个强度啊，呈上升的这么一个曲线来走的，而丁宁是相反。对，啊，今天这个蓝方选手丁宁是第一局打得挺好，那敢顶着打。那么第二局我们想认为他这是一个调整一下体能啊，就是主要打方反。那么到第三局，在第一局一开场，就第三局开场已经被红方给压住了。这时候他是打反击，这时候他认为这个红方这冯刚体能下能下能打这个反击。我们
场裁马道说你不要抓围绳做一个防守战术，因为冯刚可就得摔，我拉着围绳你摔不倒我了。刚才被我们场裁判马道进行了口头的这个劝告。有倒计时，谁能撑过中国的勇士，入选我们这个团队呢？好，冯刚对丁宁的比赛结束了。其实在武林风这么多场呢，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到第三局两个人已经是强弩之末气喘如牛的时候，结果一旦比赛的锣声结束，锣声响起，两个人还能发出中气十足的这个怒吼，很奇怪是吧？这个劲儿从哪儿来的？不错不错，有所保留。来，请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果。一号裁判30-29，二号裁判30-28，三号裁判29-29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红方，冯刚获胜，掌声鼓励。从今天开始，武林风将打造中国勇士的全新概念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是百姓擂台。说到百姓擂台，每次百姓擂台之前有一个故事。我们每个人呢吃五谷杂粮，总会生病，生病呢就会去看医院，看病的人多了呢，就有很多呀看病方面的笑话。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到医院看眼科去了，医生一看，嚯，你这眼睛不行了，青光眼、散光、近视、白内障，而且透过这眼睛看吧，你胃也不好，肠子也不好，脚也不好，你这眼睛可能近乎失明。那我那朋友说，医生，您看对了，我这个眼睛是一只假眼。是吧？其实类似这样的效果很多。我们今天这个百姓擂台的故事，就从到医院看病开始。郭大夫，咱今天看哪一科呀？哪一科？哪一科来钱快，咱就看哪一科。这个月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。我们的原则是什么？我们的原则是没病得给他治成有病，小病得给他治成大病，坚决不能放走每一位患者。患者是什么？患者就是我们的财神爷呀，记住了吧？嗯，去把它贴上。走走吧，这病你都敌不看了。三叔，咱怎么能走呢？钱都交了。你说这大夫他也不跟你唠正事啊，他就跟你探讨哪个县是最大的。我说铁岭36县，沧州县是最大的。他可好，整个前列县是最大的。也是啊。哟，坏了，前列县大了。大夫，这个前列县到底是哪个县呢？都说前列县大了，这比我们铁岭县还大呢。哎呦，这个前列县它不是县。不是县，那是地区呀。前列县是你身上长的一个东西。那长哪了？前列县，前列县当然长在前面了。在谁前面？你前面啊。硬扯，这我前面不你吗？哎，我是说长在你身体的前面。啊，就是说长我身上了。对。哎呀，咱目前来看，咱这个验尿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。哎，咱得马上去抽血化验一下。哎，啊，还得验血呀？对。哎呀，大夫，我从小就晕血，晕血也得抽，先交钱吧。三叔，三叔，三叔，这是咋的了？三叔，三叔，快醒醒，三叔！哎，好点了吗，三叔？哎，好点了吗？啊？哎，三叔，哎呀，我这是咋的了？晕了。哎呀，哎，别看了，咱还是走吧。这三叔，那钱都交了，咱结果出来了，走吧。哎呀妈！哎呀，刚才那大叔还真逗，我还没拿出针头，他都晕过去了。嗯，是吗？那一会儿得再让他晕一次。这次啊，直接推进手术室。晕针做手术还能治好啊？哎，我说你这就不明白了吧？
这一进手术室啊，咱名义上说给他心脏支个架，其实啊就是让他在手术室里睡一觉，等他一觉醒来啊，咱就说给他支了八个架。他总不能自己扒开看看到底有几个吧？这一个架就是4万，这八个就是32万，咱这个月的任务就完成了。那太好了。你们想对我三叔干啥？老疯子一个人没病也给治出病来了。你看打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故事看完了，这仅仅是个故事，您可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！当然，这个故事归故事，一个感冒花10000多，这种情况还是有的。有请红方吕东营。有请蓝方一名大四的学生郭庆。台的蓝方选手啊，郭庆啊，他是一名学习医学的大四的学生。比赛现在开始。观众朋友们看到的是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百姓擂台啊，红方吕东营来自山东的济南，蓝方叫郭庆，这名大学生。我们百姓擂台呢，就是踢打摔都允许，可以使用一些摔啊。由于是百姓擂台，所以这个场面上是更加的这个热闹，但是要知道，我们这个百姓擂台也是培养一些这个新兴的地方。你像这个专业选手，庆功宴这个红光，就是从百姓擂台当中成长起来的一名，现在专业的选手。啊，他从2007年，中日轻便系友谊赛当中脱颖而出的一名新星，他是从百姓擂台当中脱颖出来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这百姓擂台这个兵工厂造星的兵工厂，你像王文祥啊，包括一龙，都从我们这个舞台当中出来的明星。看来这个郭庆比较得意自己的腿法，是吧？对，你看从这个开场出场亮相也是出的腿法比较多。这时候吕东开始发起反击了。到底这个郭庆能不能顶得下这一局，我就觉得很困难。现在打现在，啊，这几个重剑，他搏得太凶了，因为他毕竟第一次打我们这百姓擂台，啊，而这个吕东营呢，已经来过2次了，又给打下去，走了走了，时间到，他岳飞，时间到，我走了。不行，不能背对他啊，不能背对他，前手顶住，前手顶住啊，不能背对他啊。挺好，绕一绕，绕一绕，不用太猛，不用太猛。
后半段，实际我们以为认为他已经支撑不住了，因为被这个李多云的车撞前这个击打之后，但是通过短暂这个中间一分钟的休息之后，到第二局还打得很有血性气，有往这边看又一个受手重拳，但是没事，我还能挺得住。南方选手郭庆啊，已经鼻子出血流血不止，这时候是终止比赛，为了一个是让这个我们医务监工进行处理，之后呢还继续投入比赛。比赛又开始了，红方是李东林，蓝方是郭庆，大学生。这现在郭这个吕东得势不饶人啊，哦，一阵猛烈的进攻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好像是这个郭庆的教练还没有扔黄黄金，因为在我们比赛规则当中，除非裁判员就是他教练员认为这场比赛球太大，我们把他投出了，就终止比赛。那看来，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刚刚得到的信息是郭庆的这个教练决定放弃比赛。尽管在这场比赛当中，我们看在技术上他处于这个劣势，但他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，他拼得一直很顽强，一直想在进攻去打败对手。这样的表现让我们心怀敬意。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用掌声来鼓励一下郭庆，好不好？郭庆对自己的腿法一直很自信，从一开始表演到上场一直在使用腿法，然后导致老话讲吧，起腿半边空，空当太大了啊。好，请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果。比赛结果，红方优势获胜。红方胜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全新推出中国勇士的概念。那么下面这场比赛呢，对这个参赛的运动员，很多观众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。那么红方运动员来自徐州师范大学，周建坤，面目清秀，性格沉稳，每一场比赛对他的比赛我们觉得他肯定能胜的基本上都会胜。有请周建坤。他是武林风最给76身高，武林风战绩15战11胜4负。来，掌声鼓励周建坤。蓝方运动员名字叫姚强，用我来形容姚强的风格，属于是破釜沉舟式的打法，要么他 KO 别人，要么被别人 KO。 有请姚强。
比赛现在开始，立即喂开。那么从这一期的节目开始，我们将在全年推出中国勇士的概念，那我们将重点打造一支精英级的这个明星团队。对啊，我们之所以在这个2011年来打造这个中国勇士这个明星团队呢，其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优秀的专业选手。江湖武林风培养出了这个一龙，培养出了王洪翔，我想我们还能打造一批具有明星气的这个中国勇士。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看到，这就是我们进行的男子70公斤级的这个选拔，谁能入选我们这个中国勇士的明星团队，那我们通过一场场的选拔来逐渐出来。红方呢叫周建坤，蓝方是姚强。那么周建坤可能经常看我们武林风的观众朋友们对他是比较熟悉了。对，哎，他才是从武林风一步一步起来的。对，他第一次来我们武林风打比赛，广州他很聪明很机智，靠脑子打比赛，技术很全面这样的选手，但是他打法不是说特别硬朗啊。那么通过在武林风这3年的锤炼之后，这名选手大家不光喜欢他，就是说机智勇敢，更因为他现在打法比以前更加的这个成熟稳健硬朗。那么他在这个2008年代表我们武林风打了一个环球拳王争霸赛，蓝方。那么通过不断的代表我们武林风团队迎战这个国外的高手，使他在这支团队当中逐渐是成长起来，就在武林风这个擂台上。当然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了，因为毕竟是我们今天要进行这个中国勇士的选拔赛，不管你名气多大也要参加选拔。我们对很多运动员的这个印象啊，还是他上一场比赛的这个表现。对，但事后我们发现，我们说这个运动员这个猛打猛冲啊，这个忽视防御。我们刚说完这句话，其实是他上一场的表现，但是再来武林风的时候就发现他会变得更加沉稳，更加严谨。嗯，其实每一场比赛都会让这个运动员成熟和成长起来，有不同的变化。停，开始。这个蓝方选手叫姚强，他是来自广东美泰泰拳俱乐部的。啊，这边选手来武林风是打过3场比赛，第一场是对这个姚晨雷，那么第二场他已经输给了这个红光，被红光 KO， 但是他第三场却把这个叶超又给 KO 掉，就是说这个就像那个关中东在赛前介绍双方这个选手一样，破釜沉舟似的。这个选手很有特点，就打法比较硬，力量大。停。他不会，没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大胆的靠进去啊！大胆，他膝根本就不会。
在观众朋友们看到，这是我们2011年进行的中国勇士男子70公斤级的选拔赛，红方叫周建科，蓝方姚强。那我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，曾经介绍蓝方姚强啊，好像是被红方 KO 过，当时他也 KO 过这个叶超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个武林风的擂台当中，是经常会出现一些 KO 的现象。但这种 KO 现象呢，并不是说这个选手，实力是特别的超强，我压着对手，我就是一命之敌。这个 KO 啊，是出现在什么？就是你防守当中出现漏洞的一瞬间被对方抓住，危险 KO。再一个，在比赛当中，你的这种心态、状态怎么样？我们马超太聪明了，因为刚才周建坤是由于这个重心的失衡倒在擂台当中，好像这个姚强要扑上去要打，这时候马超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拦住了对方这种击打，因为运动员倒地之后是不允许击打的，啊，这目的是为了保护选手。强的打那个防反，啊，一个是小的高产。第二局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好，今年开始我们将推出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就是中国勇士，我们将着力打造一支精英级的明星团队，然后以此来迎战国外的高手，磨练中国功夫的这个增强中国功夫，世界搏击术的交流。那这场比赛红方是周建坤，蓝方是姚强。啊，周建坤很多观众非常熟悉了。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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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住啊，控住啊，好嘞，不要顶头。我们看到到第三局啊，现在蓝方的姚强准备发威了，因为从这个力量对比来看，这个蓝方的姚强力量要比周建坤力量要大一些，但是从这个进攻线路的变化上，红方选手周建坤打法更加的细腻。但是今天周建坤的这个腿法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发挥出来，
哎，就是他的一个下三路的进攻线路。好嘞，对，这是一个前摆圈。现在周建坤他知道，在我们这武林风比赛当中，因为是扣分制嘛，更注重这种击打的效果，所以更注重这个上三路的拳法的进攻的线路变化，但是在腿法上今天有点欠缺。好，停，开。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周建坤在这场比赛的备战时间不是很长，就体能储备不是很强的情况下，所以打法就显得有点单一了。这时候我们看到蓝方选手姚强先生不一样，因为他我力量大，我就顶上去打。这是一个接腿战，看现在姚强又逼上去了。这时候蓝方向姚强已经认为现在周建国体能下降，我要抓住机会逼上去打。因为不在前两集比赛当中又不是明显的情况下，那么这是最后一集最后阶段了，我孤注一掷顶上去打，要么你 KO 我，要么我 KO 你。这第三局姚强的风格打得出来。已经倒计时了，最后的十秒钟。好的啊，比赛结束了。现在看姚强的体能还有很多啊，电池还充满了电，这就是所谓的锂电池啊。这个我们总是习惯把运动员上一场比赛的表现，然后定位成他的风格。事后我们发现，每个运动员来这里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或者提高，当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好，请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果。一号裁判29-30，二号裁判29-29，三号裁判29-29，加赛一局。四局开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刚才两个人战成平局啊，最后裁判判定加赛一局，这也就是决胜局。那么这在我们这个中国勇士男子70公斤级的选拔当中，这种情形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。我们因为要选出最佳勇猛、最佳顽强的这种选手，能进入我们这个中国勇士这个团队。这是决胜局，那么在这局比赛当中一定要分出胜负。周建光打得很聪明，但是他通过这第四局的开局，我通过这种移动战术，我不跟你打这一战，通过一战当中来消耗你的体能，我来打方法。周建光的体能下降是很明显，对，在第三局里头但他现在打得很聪明，看到没有，我不跟你打阵地战，我要通过我的技术，我的能力把你的这个力量给你消耗掉，对，这就是聪明。现在是姚强想一直给你打阵地，我就逼着你，但是我就通过这移动，你突然打着我，我打又通过躲闪之后，我再重击你。松本武林风，这个比赛当中就要选拔一批这个有血性、聪明，而且帅气、有能力的选手进入我们这个中国勇士的明星团队。这时候想 KO 可能性不大了都。现在第四局决胜局是斗智斗勇一个过程。看来姚强的体能还真不错。
就是聪明啊，这是靠技术，他这有，这是这个技术优势。你一个气腿肉，我啪一个气腿摔，对不对？在场面上看我是占优啊，当然他在比赛场上，我们现在扣分是更要注重这个击打的效果，在双方击打效果都不是特别明显情况下，看什么呢？就看你谁的技术更加全面了。现在红方要这周建国就凭这种技术优势，你看啊，我不给你打一拼，啊，我通过移动消耗你，然后我再抓机会，这个倒计时，这决胜局。好，这场比赛确实是意料之外，本来以为胜负已判的，没想到多加了一场比赛。要早知道有第四场比赛的话，相信姚强就不会做那十个俯卧撑了。如果不做那十个俯卧撑了，很可能会占有很大的优势。只是啊，只是猜，只是猜啊。那好，请裁判长宣布第四局的加赛局的比赛结果。一号裁判，蓝方，10-9。二号裁判，10-9。三号裁判10-9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再见。